哎呀，那咱们要说这个深度学习啊，好像一步跳到深度学习有些难，咱们先来做这样一个过渡的操作。建议大家啊，来简单的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法，叫做一个 K 近邻算法。K 近邻算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假设说我现在有一个点，比方说这个绿色点，绿色点进来之后，他比较懵逼，哎，他不知道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别的，所以说呢，他就看了一下他的周围，他离谁比较近。我们看、啊，假设说我这个 K 近邻。 当我这个 K 值等于三的时候，我这个圆圈点就会看一下，在它的周围啊，那三个点都是什么？这回它观测出来了，旁边的三个点有两个是三角，一个是方块吧？那我们说什么？我们说有两个三角，一个方块，那是不是三角比较多呀、啊？我就说当前这个圆圈它是属于一个三角的。 那当我一个 k 进行变化的时候呢？假设说我 k 等于五，给它稍微再变化一下。k 等于五的时候发生了样什么变化？在 k 等于五的时候，我们看周围五个点是有三个方框，两个三角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当前这个圆圈它是属于方框这个类别的，也就是说呢，在 K 近邻这个算法当中啊，其实咱们可以通过指定一个 K 值去看一下当前一个类当前一个物体啊离谁比较近，离谁近的越多，我们就说它是等于谁的。这个算法其实，嗯，从底解角度来说啊，它是非常简单的。 流程什么样？对于这样一个 k n 问题，流程就是说，首先我们要计算一下当前这个点到数据集当中所有点的一个距离吧，然后第二步把这样一个距离进行一个排序，然后我们不是指定了这样一个 K 值吗？选择距离最小的 K 个点，选择完最小的 K 个点之后，我去看一下，在 K 个点当中啊，出现了三角几个，出现了方框几个，返回那样一个频率最高的作为咱们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吧。可以说啊，这个 KNN 算法。 简直太简单了。 那么其实来说呢，它这么简单，它有没有存在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个算法本身是很简单的，但是呢，它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训练，可以直接拿来拿它来进行测试了。我们看刚才咱们拿那个绿绿色的小圆圈进行分类任务的时候，我说了，我说我要把这个圆圈做什么样的变换吗？没去训练一个分类器吧，咱们直接拿来就进行一个预测吧。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 K 近邻算法其实呢。 它是不需要使用任何训练集就可以进行这样一个训练的，那它一个训练的复杂度就是为零了吧？因为它没有进行一个训练的操作。 但是呢，出来混啊，早晚是要还的。它的一个分类的时候，注意点，它是分类的时候，实际去计算的时候，它的一个计算复杂度跟什么相关啊？是跟咱们训练集当中的一个文档的数目成正比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训练集的个数越大，你的一个计算复杂度就越大了。 那么也就是说，假设说咱们现在一个文档总数数 n，那么这个时候它是不是说要把当前这个样本跟其他所有样本都进行一个距离的计算，然后再选择其中的几个？那么一旦咱们的一个文档数太庞大的时候，比方说十几万的样本，是不是说每一个样本来了我都要进行十几万次的比较啊？这样的效率简直太低了。嗯，k 值的选择啊，k 值的选择咱们先不说了。 然后咱们现在说这样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嗯、呃，现在我拿到了一个数据集，这个数据集啊还是蛮经典的一个数据集，也是之后呢大家可以拿来练手的一个数据集。这个数据集啊叫做 CFAR 杠十，CFAR 数据集啊给大家简单的形容一下吧。 这个数据集，它数据的一个样本的个数还是比较可啊，比较可取的。就是说，样本数既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一共呢是有五万个训练数据。注意点，五训练数据有多少？训练数据是有五万个的。然后呢，测试数据有多少？测试数据有一万个的。也就是说，一共有六万个数据。咱们可以拿其中的五万个数据当成一个训练集，拿另外的一个一万个数据当成这样一个测试集。 然后呢，这个 C F R 杠十啊，这个杠十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当前这个数据集来说，我们是有十类标签的，分别是啊，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飞机呀、啊、汽车呀、啊、鸟啊。 猫啊，还有什么鹿啊等等啊，就是十类分别比较常见的一个数据集，它的一个我们看它的一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吧。这个船呐、啊、和汽车呀、啊、和鹿啊,和,鹿啊和其他动物啊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吧。也就是说，当前咱们这个数据库啊有十个类别比较鲜明的数据集，我们要通过这个数据集呢来去预测一下当前，比如说某一个数据样本输入进来之后，它是属于什么样类别的。 还有一点比较重要，我们来看它的大小是多少。大小是一个三十二乘以三十二的。 那这个三十二乘以三十二，它是大呢还是小呢？可以说啊，是非常非常小的。为什么这个数据集要这么小啊？一方面，它是为了方便大家进行一个预测的操作，也是说，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就可以把这样一个模型训练出来。因为咱们在训练模型的时候，是需要把这些数据输入进来的吧？我们把这些数，我们把这些数据啊输入进来之后，这个神经网络呢就会经过一系列的计算。如果说你当前这个数据啊，它是特别大。 大的，那么你计算的复杂度就非常高了。这个三十二乘以三十二是非常适合大家来把玩的。也就是说，咱们可以通过一个很小的计算的代价，就可以把这个分类任务给做出来。所以说呢，也是非常推荐大家使用这个 C I F A R 数学集啊，来进行咱们自己的一个练手的操作的。 好，然后啊，咱们要来说这样一件事儿了，就是说，现在你不是要去计算一个分类任务吗？或者说，咱们要拿 k 近邻去玩这个事儿，那拿 k 近邻来玩这个事儿，咱们该怎么样去玩呢？是刚才啊，咱们 k 近邻里边是不是说我要计算一个距离呀、啊？我们看在这里，我们要先算一下已知类别数据集当中的一个点和当前点的一个距离吧，要把这些值给它算出来。 那么，当咱们在算这些值的时候啊，是不是说我需要计算一个距离了？计算距离，好像来说，对于一个样本数据，比方说，嗯，它是一个数值数据，咱们可以很轻松的就给它计算出来。但是呢，咱们现在的数据是什么？咱们现在的数据是一个矩阵呢、啊，或者说它是一个图像啊。对于这样一个图像数据，我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计算呢？其实也是可以计算的。 假设说啊，咱们现在有一张测试数据啊，就是标个一吧，然后咱们还有一张训练数据，这样一个二。通过这样一个训练，通过一个测试数据和训练数据，我们要算它们之间的一个距离吧。它们之间距离怎么算呢？很简单，我们让对应像素点进行一个相减吧。我们看这五十六是它第一个像素点，这个十是它第二个像素点。我们先让这个五十六减十，10, 是不是说我就得到了第一个像素点的一个差异值等于六四十六了？这是第。 第一个像素点的一个差异值，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对于每一个像素点，我都可以计算出来这样一个差异值。那么最终呢，我把所有的差异值给它求一个累加和，就是说把最终结果再给它加起来，不就可以了吗？咱们是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操作来完成这样一个求累加和的计算过程的。 那么，咱们来想一想，这么做可不可能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好像来说啊，咱们现在去做一个预测，算一个距离，显得有点太简单了。这么简单的一个操作，它的一个效果会好吗？或者说，它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呢？大家不妨先可以自己来思考一下。一会儿呢，咱们就来再来揭开这个谜底。那么，咱们先来说这样一个测试的效果啊，就是说。 假设说我一个卡车来了，我通过刚才那个方法去算了一个距离，然后呢找出几张图像跟它距离最近的，我们来看一下，跟它最近什么？第一个左边是一个车啊，跟它最近什么？跟它最近的是一个马，有是马，有是车，有的比较相似，有的不是相似吧？后面还有船，把船都放出来了。那我说这个船和这个车能属于一个类别吗？显然是不能属于一个类别的吧？所以说对于咱们当前用这样一种 K 近邻和咱们刚才用矩阵。 计算这样一个差异值，再求一个累加和的操作，显得有些问题了。因为咱们现在从一个计算的结果来说，结果并不好吧。一个不好的结果会导致咱们最终的一个效果它就不行了吧？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办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最近您是怎么做的。第一步啊，其实这一步啊这些代码都比较简单了。首先，咱们在训练级的时候啊，咱们就要去。 在训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 K 近林不需要进行一个训练操作、啊？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直接把这个 x 和 y 把数据拿出来就可以了。在预测的时候呢，我们要算这样一个东西，先去进行一个循环吗？因为咱们要把每一张图像跟其他所有的图像都进行这样一个对比，所以说咱们要把当前的图像跟其他所有的图像都进行一个距离的计算。 这里在一个复循环里，咱们计算了一个第四碳酸，然后在第四第四里边，我们算了一个最小值，求这样一个阿克命，最后呢，我们返回最小值的一个平均结果就可以了吧？最近邻非常非常简单，可以说。